看到小黑今天在田浩不能打的情况下，他要负担比较多的上场时间。我前一次面对勇士，他表现得很好，攻下了18分，也创下生涯代表作。AB， 哇，没有闪过联盟的火锅王 Chris Johnson。DJ 来了，单手暴扣得分，又是一次漂亮的攻防转换，迫使新竹接口工程师。在第二节的比赛打了2分05秒之后，必须要喊出暂停，因为勇士队已经打出追分气势了。